有的县基金会主办的第十五届福尔摩沙五级奖，得到苏黎可获奖的苗栗公馆国中车云珍同学是亲自的得奖者。另外，乡镇好教会彭明山、梅金泽、吴玉甚至都同学得到燕女总等好教优秀青年。从红标人国中的奖状，有国内的考检比赛，还有法国国际分明奖的铜牌。蔡元金是年生，按说年纪小阿娘的成绩，今年拿到今年的福摩沙西亚麦奖、苏黎科技奖，并且今年的奖项称后上届得奖人。未来要是可以，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位发明家或者是科学家，那来去研究老人照护这一方面所做出来的发明。除了蔡元金和科技奖项有安好的表现，公馆国中九年生彭明山能将投稿成绩以后，参加全院中小学圆通比赛，拿到800公尺同以前500公尺个人组的冠军。每得到106年苗栗县总得好高优秀青年。就是零碎的时间拿来利用来读书，然后就比较多余的时间就可以长时间就可以运动。那他很特别一点就是说他有一个纯正阿甘的精神，他很多东西他就是不计较付出，然后非常努力的态度，然后奋发向上。好高工留个同学就按强个成就证明出来很大变，是有收获，也希望个是边做同学之间个互奖，鼓励其他学生发挥自家专长，同无缺块两百当中正光荣。客家新闻张仁诺，明日报道。